其实对我来说，今天这个成绩让我比较满意吧，但是这个成绩当然还是差一点这个幸运的感觉，但是整体来说还不错。对，没有拿到，因为我谁都想拿冠军，包括我更想拿这个冠军，然后但是还是因为之前练的不够系统吧，然后包括今天也是最后的时候没有顶上去这个能力，所以说这个成绩我真的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对，因为三球过20米。对，从奥运会结束我就恢复了4个月，所以但是包括今年冬训我也会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就是会特别系统的去训练，我相信明年的世锦赛会有好的发挥。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